跟住喺梨木樹起步，孖子徑、金山、內美孚。城門亭，麥徑六段 M124。嗱，呢度政府起咗啲路，俾啲人行去參觀呢個戰壕。呢度又有一個戰壕嘅出入口啊！呢度有一個，啊呢個積滿水噶啦。啊，呢度有一段路都要行好多級石級啊，慢慢上啊。好在依家啲雨啊停咗。右手邊嗰個就係針山，下面就係城門水塘啊。啊，依家天色就好少少。荃灣呢度有一個戰壕，但係有啲部分已經崩塌咗啦。今日落雨啊，領隊改路啊，唔上孖子徑，依家行緊麥理浩徑第六段。麥徑六段落翻嚟金山路，金山路嚟到呢一段。我哋上去石梨背水塘緩跑徑，好啦，呢度上去，依家開始有少少雨啦。石梨背水塘，呢个就是金山。
离开石梨背水塘，转落去九龙接收水塘。哇！依家非常之大雨啦，要小心啲啊！哇！地下开始有啲积水啦，啊！呢度有一氹水啊！啊！呢度变咗条河啦，哇！哇！有啲水，啊！依家非常之大雨啊！好大雨啊！慢慢行啊！啊！嚟到呢度，沿住铁丝网路上去。依家啲雨势越来越大，啊！嚟到呢度要捐过呢个铁栏，过去对面啊！长源路转入去长坑路，落去中山台。嚟到九华径上村亭。
中山台。丽景山路。